昨天新加坡电视剧《志在四方二》亮相第13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主演郑辉与欧萱空降北京为该剧宣传造势。据了解，《志在四方二》同样描绘了演艺圈中的酸甜苦辣、成名立就和成名的代价，进一步揭秘娱乐圈的潜规则。3年拍了3部电影，3部都是没有人看的电影。电影圈出钱的人有钱说话，电视圈不同，我们是群策群力，各尽其责。台圈电视台的当家姐赵菲儿，人家是正台一姐，她演技一流啊。唐宁，恭喜你得奖了。Excuse me， 我也是演员呢，我有 feel 的，我 feel 得到她是真心祝福我。2013年播出的《志在四方》第一部荣获了2014红星大奖21项提名，赢得了9项荣耀。《志在四方》第二部的故事情节将继续第一系列的故事，但无论是在制作还是在矛盾方面，都将全面升级。我总的来说，我觉得故事二的话，它会更精彩，它会每一集都有一些特别东西给大家，然后人物性格的雕塑呢会比较更加尖锐。然后更加的就是更加的明显，对白方面更不客气了。比如说不客气到哪种程度？不客气是基本上第一个系列，我觉得我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主管呢就是常常都是处处相让，然后在第二系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物性格就变成事故多了，然后就变成就是比较有主见，然后在别人踩到我的盘里的时候，就当然踩到我的范围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抗了，然后就开始就是有一些就是就是心里面想的东西跟嘴里说出来的话是不太一样的。乐视娱乐北京报道。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